不愧是专业的包装师啊！每每是自己是做舞蹈教学的嘛。啊，对，我对舞蹈非常有创意。刚才这个，跟你说吧，我们要有创新，要有创意，这是至今为止我看到最有创意的一个作品。我从您这开始看到了这个妈妈对孩子的慈爱和关心，也看到了孩子的成长，也看到了孩子的叛逆啊逆反，那么最后又言归于好，那么一家和和美美，非常非常好。谢谢谢谢张伟，谢谢张伟导演的评价啊，在短短的这一段舞蹈当中，居然融合了这么多故事和感情，非常的不容易，再次感谢你们。谢谢你们。